新数位新形态 FPS 射击游戏 Paperman 十月十日展开破三档封测人气破表，为表达对玩家支持及感谢，在官网上举办了一场让玩家决定上市时间的票选活动。经过三天的热烈投票 ，OB 开放时间票选十月十七日拔得头筹，吉星数位也决定十月十七日 Paperman 正式展开测试，并且将开放多张地图与道具，至十月十五日起也将举办一系列好康活动。除了要大方送玩家虚拟货币万元 PG 之外，还有 iPhone 四、iPad 等超强好礼要大方送给玩家，而官方也将安排 GM 也会进入游戏中，与玩家们互相较量一番，赶紧加入超火热的惊奇 Paperman 射击世界吧！